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OK， 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变态杀人狂的任务啊。他这个变态杀人狂任务呢，有三个地点要去哦。不管去哪一个都可以啦，三个地方都一定要拿到一个类似像藏宝图的地方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，一样是把人吊在上面啊，连头跟脚都不见了啊，好恶心哦！天哪，这是什么？我刚以为是两只脚绑在上面啊，下面是他的红红的 ，OK， 他上面写 Behold， 然后他的头放在这个树的后面啊，超血腥，嘴巴都塞了一个纸条，看一下这上面是写什么 ？I don't know what you did to deserve this。线索的碎片啊，密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前往第二个杀人犯的地点啊，看一下正面。Oh my god！ OK， 那第二个地点在这个山上哦，然后在这个大石头旁边呢。OK， 一样是挡台，就是。哦，把他打下来，没中啊，没关系。Do you see？ 这个状况一模一样的，一样是绑在墙上。OK， 这个游戏真的是十八禁啊！啊，头呢？Do you see？ 脚不见了。我放在这里啊，一样的死法。好，看完了，拔出来。OK，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废弃的房子。You found。好，获得第二个碎片啊，连续找第三个碎片。我们看一下后面有什么了，要把绳子绕一圈就对了，这样子比较好悬挂吗？好啦，第三个碎片其实也可以当做第一个碎片啊，它其实在这火车的旁边哦，它架在这个火车的地方啊，沿路可以看到斑斑的血迹啊，啊 ，Oh my god！下面是他的 guts， 红色蚯蚓，还会滴耶，哇！早就干掉了吗？Look on my works， 看看他的工作，看他的杰作啊，那头会在这个地方啊，太惨了吧，直接砍在上面。好，把你解脱了，把你拔下来，眼睛也被打穿了，哦，掉下来了。啊，我看到密码啦 ，N。那把这三个地图呢拼在一起呢，就会找到这个杀人犯的位置啊。嗯，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哦。啊，他是在一个破烂的房子，有密码锁的，然后他看起来像是在地下室啊。Can you find me？ 可以找到我吗？你可以找到我吗？可以，我当然可以找到你。去找这个杀人狂啊！杀人狂出现在这个位置啊，出现问号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啊，先跟大家说这个地方非常恶心，
要有心灵准备啊。是什么？为什么有黄色？是代表有传说的动物吗？还是什么？该不会有宝箱吧？来看一下，这里没有宝箱啊。好，我们不管，我们直接进去啊，好不好？我们把它打开，我拿一下手电筒，手电筒很重要，里面黑麻麻的一片。打开，打开。哦，臭死了，什么味道啊？扑鼻而来啊！发现很多很多黄金在下面，是吧？啊！天哪，什么情况？哎呦，这应该没有宝物吧？安鸟喂，他不会是在吃这个东西吧？嗯，这是桌上有两，这边是怎样？为什么会发光啊？这是有代表什么东西吗？看一下这个信，显示一下信啊。太暗了吗？还看不到。拿起来又放下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真正的杰作。哇塞，太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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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看一下小刀，被打了。是来找我的吗？这个变态杀人狂长得人模人样的。Nasty surprise. Or maybe it's both. Maybe it is a nasty surprise, even though you knew I was going to be here. Which is it? 他要把我干掉吗？应该想看看看，想尝尝看你的厉害吗？来吧，花点时间考虑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。等一下会很不舒服，一点都不好玩。It's not going to be nice and fun. I mean, it'll be fun for me, but it won't be nice for you. 最好是丢那么准啊！一拳就把他打倒了。不是用丢的、哦，不是用丢的吗？不是用丢的，是靠近他把他绑起来，五花大绑啊！搞定他了，然后呢？把他扛起来是吗 ？Oh my god！ 看这个面具，人头面具，哇！这把刀可以拔起来吗？这是一把刀嘛？刀不能拿是不是？为什么不能拿？应该可以拿，但是我要先把这任务人搬出去了。但他没有发亮，没有发亮是不能拿。桌上有东西啊。东西太多了是吗？好吧，那我先把它搬出去好了。他交给这个警长的办公室哦。
rattle me, but... Found that feather you were looking for? Which feather? Put him on the floor and let's take a look at him. Feather been... Well, it ain't nothing nice. A lot of folk disappeared over the past few years. This sick son of a bitch, well, he ain't right in the head. That's so. Head over to the cellar of that broke-down shack on the road to the falls. See for yourself. Okay, come on, Eve. My name is Edmund. Edmund Lowry, Jr. You'll remember that, my friend. I'm sure I shall. Now you are a frightening fella. I'll behave, sir. I'll behave as expected. Well, you better. And I'll get you a lawyer. Don't you worry about that. Get in that cell, calm as you be. 哇，居然袭击我们的警长啊！Have someone head up to his cabin. I think he killed quite a few. Oh, there's a lot of sick bastards out there. Here. Here's some money. 获得一些奖励啊。Thank you, sir. What a mess! Now we gotta get this body out of here. Where's a deputy when you need one? You know where to put it. When you're done, come back with a mop. No need to check on me, mister. I'm still Please here. Please don't do this.这个任务就到这边，喜欢按个赞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